好，各位同学，那么我们上节课呢，安装了 Python 的这样的一个安装包了之后啊，在我们的这个系统里面呢，就会多出一个 Python 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啊。那么我用的呢是 Windows 10操作系统，那么我们呢点击 Windows， 然后在这里搜索 Python， 好，这里呢就出现了 Python 安装包啊，它所提供的一些应用程序。那么我们这里注意啊，我们点击这样的一个 IDLE 啊，打开这个 IDLE， 这里呢就出现了 Python 给大家提供的一个编程的一个界面。好，那么这个东西叫什么呢？我们把它打出来，这个呢叫做 IDLE 啊，这个大家呢需要了解一下。我把这个给调大一点啊，字体。好，调整字体在哪里呢？在上面的菜单栏里呢有一个 Options， 然后呢点击这个 Configure IDLE，OK， 这里呢可以设置这样的一个字体字号。好，我们把它调大一点啊，我们现在22，我们把它调成29，然后呢点击 OK。好，还有一些其他的设置啊，这个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下去了之后呢可以自行的研究一下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开始在这个我们的 IDLE 里面啊，写一个最简单的代码。这个代码就是我们最知名的打印这样的一个 Hello World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用啊 Python 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 ，print。好，然后呢，打印 Hello World。好，编写完成了之后啊，我们呢直接回车就可以执行这样的一段 print 代码。OK， 好，这里呢打印出了 Hello World。好，那么也许我们有些同学呢，曾经啊也学习过其他的语言。大多数语言呢，在他们代码的末尾呢，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分号啊。但是呢，我们 Python 啊是不需要的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我们在 print 这段代码的后面呢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分号的。这个呢是 Python 它和其他的语言的一些区别。那么你加分号行不行呢？我们可以看一下啊。好，我们试一下。你加一个分号啊，注意啊，分号一定要是英文的这样的一个分号啊。好，然后我们回车也可以啊。那么在后面啊，我们持续深入的学习 Python 过程中呢，我们会发现 Python 为了尽量的简洁啊，它没有我们常见语言里面的啊，像这样的一些花括号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语法啊。Python 呢，它呢是靠这样的一个缩进啊来控制它的代码格式。这个呢，我们到后面去继续学习的时候呢，大家呢就会感受到 Python 的这样的一个简洁啊。也许大家觉得啊，哎，多打一个分号啊，或者是多打一个这样的一个花括号啊，并没有什么。但是呢，在一些超大型的项目里面啊，这些分号或者是说这些花括号啊，它们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数量是非常多的啊，所以说在 Python 里面啊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，你可以呢不去打这样的一些占位符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呢 Python 的环境呢已经搭建好了，并且呢我们啊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一个代码啊 ，Python 呢就是这么的简洁啊，没有什么太复杂的环境需要去安装。好，同学们，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就先讲到这里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